月鬼门开，不义找你成命来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哎呀呀，皇后追命来了。这宫斗剧盛传因为政治因素被禁播了8个多月，现在终于获得恩准宫斗了。满门的生死荣辱就这样被你一口断送。皇上，据说《如懿传》和节奏飞快、靠打怪兽升级的《延禧攻略》之头，在于《如懿传》说的是乾隆和如懿的爱情故事，哪个宫斗戏不是这样呢？重点来了，乾隆皇帝和如懿的感情最终会由浓转淡，老死不相见，理由嘛，来听听皇后的压嗓。臣妾此去，只求皇上福岁安康，岁岁长乐。再来，我们听听后宫3000的美声。臣妾。皇后娘娘万安。哎呦，这么一比，叫皇上怎么能不移情别恋呢？好啦，认真的啦，这3亿人民币的制作和《延禧攻略》不相上下，到底谁更厉害？锁定了中国同步直播的 ESO 双星频道吧。如果嫌这个学校假期看宫斗爱情剧太闷，那就进戏院看看宇宙最强如何打遍校园喽。现在充斥住一啲好灰暗嘅戏啊。可不可以拍翻套阳光啲、精神啲嘅戏啊？甄子丹拯救校园，动作场面看起来非常的暴力，让范叔差一点也要秒甄子丹，是不是找不到题材拍打架戏了呢？结果这一次，他和小演员们说服了我。香港每年咁多学生自杀，依家香港嘅教育制度就系啲学生压力系。年轻人的压力，学生的压力，父母怎么能不在乎呢？大家长们，掏出你们的钱包，买票给孩子看戏吧。